徐女士在杭州萧山的丽丰桃园财富中心里有一套精装修交付的双钥匙复式公寓。她说，去年年初第一批租客入住时就漏过水，当时开发商找人来打胶水，暂时修好了。最近嘛，他又开始看他这边在滴水啊，就是租客夏天嘛，洗澡可能洗得多嘛，那么他那个水就是渗漏下来，渗漏下来的话就是。通过那边可能哪边没有拼接缝没做好吧，然后防水没做好，就这样漏下来。然后的话第一天的话，他当时漏的话就是地上一滩水，昨天晚上洗的澡到现在还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公寓里的楼梯口放了两个脸盆，都接了不少水，入户地面上也有一大滩水。抬头看附近一块墙纸已经被泡湿了一块，旁边的粉刷层也有明显漏水痕迹。徐女士在征得楼上租客同意后，带记者来到楼上的淋浴间。这边的话开始爆水了，放着放着排水，排着排着它就会从这个口子里面流出来，然后从这个口子流出来呢，下水慢也算了，然后的话最后就是排的差不多了，我会发现积水是在那个位置的。那个水出来了。徐女士打开淋浴头没多久，水就从淋浴间里流了出来，不一会儿卫生间的大半个地面上有了水。徐女士推测，就是淋浴间的水渗透到了入户楼梯的位置。她拿出了一份房产质量保证书，上面写着，房屋自开发项目交付之日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在以下期限内出现下述工程质量问题的，由本公司承担保修责任。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防渗漏8年，保证单位是杭州明泰置业有限公司。记者和徐女士下楼找到了物业。开发商我们催了，我电话也打了叫了嘛，今天开发商也来了，陪业主一起上去看了，到楼上。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前台走不开人，所以他并没有和开发商一起上楼，具体情况不太了解。现场物业帮忙联系上了开发商的工作人员。那明天会有施工方过来的呀。那咱们今天看了之后您怎么判断？今天判断可能就是那个地漏与管道之间可能没有接好还是怎么样的，今天也不能100%确认说是这个原因。嗯，那后续是需要他自费维修，还是说咱们开发商这边会帮他解决？那我们这边肯定会维修的，我这边也跟他说过的，我们这边后来会去弄的。徐女士反馈，当天开发商找师傅来做了管道疏通，排查浴室边角后发现有一条十几厘米的边没有打玻璃胶，也没有美缝，推测应该是这里导致了漏水，之后会找师傅维修，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后续根据情况再进行处理。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